迎大家回到诺亚方舟。等一下，我们跟你们讲完话之后，你们就赶快收起来。我们也是不想被打，下次准备别的，例如说比金城武帅的。欢迎大家回到诺亚方舟。今天是十年后诺亚方舟重新起航的第一场。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宇宙人。想要劝导一件事，这个有个红布条，干嘛干嘛，收起来吧。你有看到吗？哎呀，干嘛？这样子，哎，不要抖动，不要抖动，对对对，拉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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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哪没当过兵哦？我跟你们讲，等一下我们跟你们讲完话之后，你们就赶快收起来，因为外面杰伦歌迷很多，我们也是不想被打，对，而且你们也有可能被打，下面都是杰伦歌迷，啊，是吗？那个你就让我们拍一张照留念，然后赶快收起来。不是，我要讲为什么这个布条可能有一点道理。哦，为什么？怎么说？因为杰伦的帅是100分嘛，对对不对？然后我们是，我们每个人只要五月天只要帅20分，我们就快要超过杰伦了。对啊，要是不小心这个刚出书的玛莎多帅1分的话，我们就101分了。哎呀，是不是比杰伦帅？是是是是是。但你不要开心，只要我们拆开，每个人都只有20分。留起布条，刚刚再收起来，不要再拿了。对对对，下次准备别的，例如说比金城武帅之类的。睁眼说什么？实话。睁眼说好话。诺亚方舟这一次10年重新起航，其实很多人其实才有机会上传。例如说，我刚才后台有看到那个永庸，是怪兽的女儿。10年前她还。没来吗？对不对？还在飘。总算是来了，总算是要参加了。是上传啊。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大家好。大家好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我是黄子佼，我们是动力火车。这是你最爱的老乡大渊，我是威廉，我是陈世安，我们是机智男孩，家有喜事，我是威廉，我们是 WOFACE 五千奇。想知道我最新消息，只要点开 TVBS 娱乐头条的 LINE 官方账号，别想看穿我，除非你加入 TVBS 娱乐头条官方 LINE 账号，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我，赶快搜寻加入娱乐头条 LINE 官方账号 ，LINE 官方账号就是我们和你的任意门，从此我就要一直 LINE 着你。从此我们就一直把我的一举一动看光光，所有精彩独家的娱乐新闻随时 LINE 给你，加起来怎么弄？